家好，我是小多。今天我们四个人三台车啊，准备去穿越罗布泊大峡谷，给你们看一看啊。已经来到了罗布泊的边缘了，等一下就从这里进去啊，几十公里。今天我们和大亮啊，大亮开的是坦克300，然后古一是开着跟我同款的车啊，准备四个人三台车进去罗布泊大峡谷里面去拍震撼美景啊。现在准备正式出发，出发啊！现在正式出发。我一台车的话，还是怕陷车啊，进去，因为里面的路况特别不好。看看这个，全是这种路啊，搓衣板的路，你看。现在已经进来了啊，三个路岔口，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。给大家看一看，罗布泊大峡谷。这次我们去那个罗布泊大峡谷的话，里面的话是全程没有信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个大峡谷啊。而且的话，给你们看看，卫星电话已经备好了啊。这次卫星电话终于可以派得上用场了，希望用不着啊。牛！而且的话，里面没有信号的话，我们是用的啥？卫星轨迹啊，进去什么路线，出来什么路线。如果说在里面迷路了，那就真的出不来了啊！一定要把卫星轨迹给打开，因为你进去的时候，它能记录到你进去的那条线路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正式往前面出发，去拍罗布泊大峡谷。所有的美景都要分享给你们。对，所有的美景都是要付出啊，才能拍得到。现在我们正式进去了啊，三台车。真的太热了，怎么这么热？现在已经到大裂谷旁边了，前方不知道能不能走，还给你们看看啊，这边就是大裂谷了。哇、哦，好震撼的，这个几亿万年前形成的，你看全是裂谷啊，这个要用无人机飞起来才能看得到，你看。你看，这里过去啊，全是裂谷。在这里面的话，一定要跟着这个车辙印走啊，一定不能偏道，偏道就怕陷车。这个前方没有路了，这可咋整？哎呀，我去，不行。来来试一下吧，看能不能开上来。哎呀我去，再加油往前开。哎呀，上来了上来了。古一的车是那个前驱的，我的是后驱的。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，前驱
这样吧，我拉一下，暂时上不来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刚刚到了大峡谷，目前没有任何问题，现在就。走。哎，上班上班上班的。哎，把后面车跟着跑，把前面车跟着跑。哎，起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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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了在了。OK， 起来了起来了，好好好。可以了可以了，上来了啊。对对对，上，慢慢上。没问题，非常轻松。哎呀，太轻松了，跟走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三台车都上来了啊，准备继续往前面走。走走走，继续往前面出发。希望能找到那个大裂谷的下道的地方啊，要是找不到就白来了。刚刚我们一直在找啊，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大裂谷下道的地方。你看这茫茫的戈壁滩，哎呀，遇到了一个上坡啊，这个坡看上去也不是很陡啊，哎呀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哎呀，我去，没问题。哇塞，这猛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个坡也小坡，一定要冲啊！现在正在飞无人机啊！哎呀，我去，真的太震撼了。飞了啊，然后这里的风景呢，大裂谷也特别的震撼，就是没有找到那个下道的地方，这个车子没开到谷底里面去的话，就白来了呀，这真的。现在我们继续找啊，已经找了几个小时了在里面，而且这边的路给你们看看，全是这种，几乎有的是没路了，都是车辙路。在这里面啊，找了几个小时，根本就没有找到那个大裂谷下道的地方啊，真的是不甘心呐。刚刚商量一下，今天就在这个萝卜坡里面露营了。哎，这可咋整呢？无人机也侦察了啊？怎么搞？今天就在这里露营吧。这是他最不是办法呀。对对对对对。爬不动完全。啊，车子也没动力，两台面包车在这里面也动力也不是很强啊。哎呀，我去，这车里面搞成这样子了，这个路太乱了，一直颠簸，一直颠簸，车里面的东西都颠下来了。
这搞了四大桶水啊，今天晚上吃这个鸡爪，然后这些买了一点菜。哎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啊，准备明天继续去里面探索，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大裂谷的那个下道的地方啊，然后把车开到里面去，好震撼啊！喜欢小多的大家记得帮忙点个赞，谢谢大家了啊！